一二三的棒，一根。嗨大家，我卖啦。哦、oh, ，OK。我天哪，我的天哪！今天我们蔡明家棒跟五妹合作，那我们要拍什么呢？我们要拍的是八八云锦。八八好像拍过的一种技法，就是盖起司。水饺盖起司，锅贴盖起司，酸辣汤盖起司，干面盖起司。那这样到底好不好吃啊？到底好不好吃，这个是重点，所以叫你们五麦两位来对我们来试毒的意思是不是？对对对对，好吃的话搞不好会流行。我们是流行的巧克力耶，靠你们咯。所以今天的计划是八八鱼起盖起司，到底好不好吃呢？那我去买八八。那我们一起准备起司。Yeah。好，我们东西到了。Yeah， 我们刚刚已经做好起司了。好，谢谢你们两位。起司女王。谢谢，我煮的。我像这个起司很快就会硬掉，所以赶快把它们盖上去吧。哦，这个是原味锅贴吗？对，然后这个是我去的那一间是没有干面，所以代替来用八方的，还有一个招牌就是玉米浓汤吧。好，那赶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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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先从招牌中的招牌来。好，哇！哎，哇哇开始硬掉了，赶快赶快，哇！下一个水饺，哦水饺，水饺 ，Come on baby， 单车来，单车来，单车来，怎么变一坨了？嗯，哇，好像那个，好像那个，那个球球球那个面，啊，那个面，又跟着脸会不会变啊？变脸，变脸，对，变脸。我不会，下一个，下一个，酸辣汤应该放进去比较好吧？玲玲小心哦，我发现下不去了，这个是什么？是什么东西？那我们现在在做什么？我们在哪里？哎呀，好像在那个做刀削面的感觉吗？一点都不像，一点都不像，等一下要毁了。丽丽这个，来，谢谢。哇呀，超出画面了，要先啊，好像可以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啊，可以，可以，下去喽。哦哦哦。好，都放上去了，可是有一点失败呢，因为这次我们准备的起司专门不是那个 cheese fondue 的起司，什么是 cheese fondue？ fondue cheese 锅那种啊，对，可以那个蘸酱的。来，我们来的是那个焗烤的起司，应该是，所以比较会容易硬掉。因为其实我今天拍了很多吃的东西，重点不是大胃王，所以买比较正常点。那吃吧。好，那我们先吃这个招牌锅贴吧。いただきます。好，我来。哦，你想吃那么多？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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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对对，这个其实是你的。然后，对对对对对对。今天的佐藤ちゃん比较像妈妈的。妈妈，佐藤妈妈的是。妈，我要零用钱。你跟爸爸要，你跟爸爸要，妈妈没钱。你们是爸爸妈妈哟，有鹰腿，有鹰腿哟。爸爸，你救一下他啦，我没有手了。爸爸，你怎么都不做？那也安妮的。我现在在很后悔我自己的人生，为什么跟他结婚？你不要笑死我！你看我的骑士，这个也太一绝了吧！不要再了，我要掉了，掉了，一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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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会，不会，不会，你又来了。锅贴本身就是一个味道比较重的食物了，然后外加起司也算是重口味的，所以加起来是重沙姜受不了。两个是不同的东西，然后有时候有锅贴的味道，有时候有起司的味道，怪怪的感觉可能。我反而觉得还蛮 OK 的，不差，嗯，只是对我来讲有点太重了。今天吃了一整瓶美乃滋的，老实说，我不想再吃牛奶饮。可是其实我牛奶饮的，真的后悔这个人生为什么跟他结婚。你还有小孩，你还这样讲？打架成了吧？在一起，在一起，在一起，啊，已经结婚了。对，已经结婚了。我今天下去拿离婚证书。可是这个起司的话，因为它已经凝固了嘛，所以有一点在吃一块的感觉。嗯、所以如果是那种我们想象的起司凤柳的话，可能又不一样。嗯、对，其实没那么熟悉。那这个是白色跟黄色的，如果是只有白色的话，可能味道又不一样。佐藤ちゃん，不要再继续骂令令的，令你太可怜，你不要对他那么凶。为了我们特地去买，我还特地去翻上次我们做起司料的影片，我觉得哦，同一款，那这个应该就可以了。这个原来不是你们要的是吗？
姑姑，我没有杠杆啊。你太凶了，小豆荚，你是不是要跟他道歉？哭的，喵喵，他在哭，喵喵，对不起，没有啦。那继续吃吧。嗯，好，水饺，欢迎新商品。又跟是拿普通的水饺，对，招牌水饺。那我来拿这个玉米水饺，沙豆酱 vs chip， 我赢了。普通的招牌水饺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耶！来你吗？其实我觉得比锅贴吃起来好吃、OK， 因为水饺它本身里面就有那个水分嘛，对不对？然后配起司的话，就感觉比较可以融合的感觉。这个玉米的话，很像在吃那个玉米浓汤吗？因为这个起司的味道跟玉米浓汤有点像，就是 new 鲜品 new 鲜品的玉米是那个粒粒的，所以好像在吃玉米浓汤味道的水饺的感觉。好呢？好呢？好呢？玉滚跟我还没有吃过玉米的，要不要一起吃吃看？好啊，いただきます。いただきます。玉米比较好吃，玉米浓汤真的有点玉米浓汤，对吧？可是又跟说的是玉米比较好吃，对不对？我觉得玉米比较好吃。耶！因为我们是没有，你们两个是夫妻，我刚没有猜对，还是宠物。这个甜味真的刚好，很搭配这个起司。可能目前吃到里面最搭的就是玉米水饺粉呢，因为我觉得这个比较好吃。哦，真的吗？招牌。哦，是哦。这个起司也算太多了吧？因为我们知道你爱吃起司。对啊。哈哈，谢谢。没关系，你再胖一点点也可爱啦。对啊，太瘦了啦你。对对对。多加入短汗，多加入短汗。我们来猜你在讲什么。我觉得普通普通，我觉得没那么好吃。再一次哦。我觉得起司好吃。你都不知道？我觉得普通好吃。对，普通的好吃。卡纳，卡纳，你刚没有讲卡纳哦。有有，我一直都有，一直都有。我觉得普通好吃。卡纳，普通普通卡纳，普通的好吃。卡纳，你有讲那么多音吗？有，再听一次哦。没有那么多吧？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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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再一次。来，一个一个慢慢讲。对不对？我觉得普通好吃，普通的好吃卡啊。哦，这样讲的话有一点感觉到。我不想猜了，好累哦。高丽菜，高丽菜好吃。我来哦。耶！棒的棒。超级爽，很棒。原来抽奖是这么有 guts 的人。我爽，这样。好爽哦！起司爽，起司不够，胀胀啊，这样。好，接下来是沙豆酱最爱的玉米浓汤加起司。耶！冲啦！赶快吃，赶快喝。其实 OK， 怎么？所以我们下一道是什么呢？我刚刚讲的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刚刚讲的，对不起，刚讲完而已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讲得到听吗？咬过去，用力拉，上啦，上啦，上啦，超级爱，我的菜，一零挂麦，他都讲了玉米。那换你阿弗雷科塔的。对对对，送啦送啦！哎，你说你可以告诉我那个叫什么？送啦，这个是我的菜。送啦，这个是我的菜。他还没吃啊？等我咬下去再讲话哦。送啦，真喜欢的菜。有什么魄力？失败了，妈妈妈妈。没办法。你不是这样的小事，我原本就知道这个结果。气氛好冷淡哦，最怕空气突然安静。哎，那是什么歌啊？五月天的。五月天。然后呢？再接一下。最怕突然。我不知道。你是说话的人吗？你真的不
是男子汉呢？怎么的？你为什么不知道五月天的歌？其实没有我想象中的不合哎，它感觉就是变成很浓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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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浓的玉米浓汤。这个其实变成一块，所以玉米浓汤加上的别的材料吗？的感觉普通，星星的话两颗星吧。我会给1.6。我们还有一道汤，对不对？来，欢迎汤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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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好，今天来介绍我们的天锅蟹哦，同学们你要好好跟他在一起哦。好，他叫起司酸辣汤。起司酸辣汤同学你好。好，那你们跟他亲亲喝喝吃吃吧。老师，我先跟他亲亲喝喝看看。这个同学呢有一点怪怪的呢。你不可以说人家怪我。对啊，他很伤心哎。哦，对不起。他你很容易的女生呢，第一次认识的人可以这样跟他亲亲吃吃喝喝。你讲什么了？他是有个很特色的同学吗？有特色的同学，那很好啊，因为现在就是要有特色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我也来亲亲喝喝吃吃看新同学。酸辣汤同学都感觉很开心的样子。对啊，你看他。多元文化，把所有的异文化加在一起，就是我们的新同学了。参与团体的样子吗？没有，其实比较好吃的同学吗？因为这个酸辣汤味道本身就很重了，很香，然后一开始啊酸辣汤的味道，结果突然有一个起司猛出来，那哇被破坏掉了的感觉。可是不对，你刚刚说这个就像三元纸片一样，所以说我不好意思是吗？这是我们的失败点，我们是成功的，就不一样。成功可能应该要讲一些那个食品的呢，这样就说不好吃。你还想要再听吗？没有没有关系，你不喜欢对不对？好，结束了。总和来说怎么样呢？我自己最喜欢的是普招牌水饺配起司，我觉得今天算吃下来我的第一名。我是玉米耶，玉米水饺。我也是。不是台日文化差异吗？搞不好是。像玉米饺子，我觉得啊还不错，可是其他的话会觉得分开吃好像比较好看啊。对，不会到不好吃。只是有也没关系，可是没有比较好这样。赞念的是我们今天没有买到那个干面嘛，感觉干面跟其实又有不同的，像卡鲁波纳的那种感觉。哦，也是哦。没有干面那个是我最不能想象的味道。想象不到。我也想象不到，所以我觉得他讲的哦是有这样的想法，很棒。谢谢。你很棒。为什么这么赞啊？对啊，你好棒哦，来举一下。大家救我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来说，大家觉得好笑好看的话，给我们按赞，然后还没订阅的大家帮我订阅，不要忘记开铃铛哦，别忘记要订阅我们五麦哟。好，那今天影片结束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赶快吃吃。对呀，给你夹住大汉。大汉，好嘞。大家，呼炸呼炸。鲜花破天际。